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灵动钻石悦动七七肖邦天猫官方直播。那现在呢，相信粉丝朋友们已经等待很久了，就让我们隆重的欢迎肖邦品牌大使杨子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小子。欢迎。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杨子，大家好。首先要恭喜一下小子啊，因为今年其实非常重要，他成为了我们肖邦的品牌大使啊。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成为了品牌大使以后的感受吧。首先非常开心能够加入大家庭，然后跟大家一起可以进行很多美妙的一些过程吧。对，既然讲到很多美妙的过程了，我想问一下，在跟肖邦合作这些期间里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肖邦一直在传递的是享乐人生的这么一个精神，而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享受生活、比较积极乐观的一个人。是，对，我们都很清楚，小子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啊。对，我确实是。所以会经常用一些珠宝作品来宠爱自己吗？当然，就是可能根据每天的心情，然后搭配不同的颜色。而且我们一提到小子，就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快乐的女孩子。刚才其实你在来之前，我们有看到你在拍的一个短片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小子那种快乐的感觉啊，就是从心而发的，几乎要溢出屏幕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Shirley 啊，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小子来做我们品牌的大使呢？那其实首先呢，就是肖邦一直强调我们是满怀情感的公益大师，所以我们找自己的品牌大使的时候，首先呢，他是我觉得小子他身上充满了对这个世界，对他的家人，对他的粉丝，对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热爱，对，其实这点就很符合，而且又是他是有匠心的一位非常好的演员，从他童星出道到现在一步一个脚印。对，所以我们觉得他热爱生活，然后在自己的职业上又精益求精。是。那同时呢，因为今年呢是我们 Happy Sport 就关于快乐钻石的一年。对。所以我们一直在想选一个身上很有悦动特质的一个女性。我觉得她很独立，她很自由，她很无羁，所以是我们非常强调的女性真正的快乐的力量。所以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年轻的快乐的代表，所以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跟小子合作。都把我夸的不好意思了，鼓个掌吧，我觉得脸都红了，值得鼓掌啊！天哪，这么多美好，我脸都红了。尤其刚才是讲到，其实小子从很小开始就开始在我们的镜头前出现了。真的想讲一句，杨子老师，我是看着你作品长大的。开玩笑，那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天小子手上带了一款非常重要的腕表，是我们的 Happy Smile 系列33毫米的腕表，而且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等一下，我们卖关子，先卖关子，对对对，其实我们要保密一个小环节，因为是这一款还不一样，这款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隆重首发的七夕独家限定款式，还跟我们一般的款式不太一样啊。这款腕表大有来头，非常非常厉害。至于这款作品有多厉害呢？我们先通过一个互动环节来引出这款作品的奥秘啊。这个环节其实是一个考验，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拿上来。这是一个动手考验，多久没有做过家庭作业了？家庭作业，对，插花吗？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考验你动手的插花工艺了。我在家没事就插花，真的假的？因为我今年变得更加热爱生活。哦，太棒了！每天会在家换花。今天我们其实出了一个难不倒他的难题，对不对？对。但没关系，送分题，我们送来个送分题。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呢是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腕表的元素，我们想通过插花的环节来把这些元素引带出来。那稍微我手上其实有一个没有经过装饰的永生花盒，和一些不同颜色的永生花。我们想要让这个小子呢亲自动手来装饰这个花盒，行，好不好？来，那我装饰我这个表不就漏了？没关系，我们就让我们就让摄影老师不要给你大特写就好了。来来来，这还蛮难的，蛮难的，对不对？可以随便插，随便插，对对对，随便来来发挥创意。但是我还要增加难度。你专心致志插花，我就难不到你。行，我要让你打岔，打岔，我要问你问题。好，就是你一边插花一边问你问题，可以啊，好不好？好，我来问几个颜色，然后每个颜色你就告诉我它带给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好，第一个颜色红色，热情奔放。热情奔放，黄色，这黄色治愈吧，我觉得治愈。好的，蓝色。很平静，我觉得，哎，蓝色也有治愈的感觉，也有治愈感觉，也很平静。对对对。好的，白色，白色就是很纯洁，很青春年少的感觉。那绿色呢？绿色比较有冲击感，比较时尚吧，我觉得是。对，好的，那我觉得你其实对于颜色的一个感知力很强，就是你提到一个颜色立刻脑子里会有画面了。对 对, 对，而且我发现你的这个不知不觉你的花盒也插完了。确实插完了。我帮你展示一下，好，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其实是杨子把刚才我讲的几种颜色全部放到了我们的花盒里面，有白色、绿色、蓝色、黄色，每种颜色有不同的能量在。对，但是你中间为什么空了一块？哦，因为可以说吗？可以说，因为我想一会儿放我们肖邦的香水。哦，真的？对，来，帮你准备好了，亲自放进去好不好？真是贴心呢。正好，刚刚好是哇，特别漂亮的一个永生花盒啊！那这个其实也不只是一个游戏道具，它另有讲究的。这个杨子亲手帮我们插好的花盒呢，会成为接下来的我们小子粉丝独家福利。因为呢，我们待会儿就要公布这一款全新限量的 Happy Spot 的腕表，第一位购买这款腕表的人就会获得这一款小子亲手完成的永生花。特别有纪念意义啊！你亲自把一个祝福送到了一个购买这款腕表的一个你的粉丝手上，特别的棒。我们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花盒拿开。好，保管好，保管好，一会儿送粉丝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揭秘这款腕表的奥秘了。刚才为什么我提到了不同的颜色，是因为肖邦在这款七夕限定腕表上面呢，将五颗灵动宝石的颜色分别以白色、绿色、蓝色、红色和黄色来进行渲染。这五颗宝石的颜色各代表了五种能量。现在要考的是我们的 Shirley 了。这五个颜色刚才我问了小紫，他给我的第一时间反映出他对于颜色的感知。那我想问问看，作为官方的人，你来告诉我们这五个颜色各自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好吗？其实我们觉得对于颜色的感知和理解是不设限的。那其实我觉得刚才小紫说的也特别好。我们用五种能量，五种快乐。那其实白色就是白钻。来，我打岔，这样声音老师给我们一个特写好不好？在我们在这个桌子上就有一块这个我们的这个腕表，对，这是我们肖邦致敬天猫的独家的款式。好，大家可以看到，对，那其实白色钻石我觉得就是代表一种纯粹和完美的力量。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绿色的宝石，是绿色的沙弗莱石，对，它绿色就是一种生命，绵绵不息的生命。那其实蓝宝石呢是高贵和深邃的一种力量，然后红色呢就像小紫说的，它其实是一种热情 passion。 黄色的石榴石呢是有非常的治愈感的一种温柔的力量。对，好的，好，我们请摄影老师还是把这个镜头对给到我们这款限量版的腕表。好，这块腕表其实我知道小紫已经戴在手上了。你戴在手上以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好，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特写。那这其实五个颜色呢，它现在像刚刚我们手里讲的一样，分别带来是不同的能量。那这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知道，色彩给予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有时候一款颜色在自己家里面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和心境。比如举例来讲，现在其实因为疫情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自由出去度假，没有办法出行。但是比如说你会推开窗户看到一片绿色的话，其实就会有一片心旷神怡的感觉，让你觉得其实跟大自然接近。对，是，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完全完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镜头。特别棒的一个手模，你看没有？而且你看，其实这款表啊，在不同女性身上它的风格不一样。小紫其实带出了一种少女感，然后Shirley又带出了一种大女性的感觉，两个人都对这款表有一个完美的诠释的风格。好，大女生来了，大女生来了。所以她其实应该也要去展现的是女性自己的背后的能量。对，因为每个女性有不同的能量在，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断的重塑和不断的完整的自我，可以蜕变成一个每一个人希望的那个女性的样子。是。那我们可以想知道，就是这款腕表小沈戴了以后什么感受呢？其实因为这一款是我们定制的嘛，对对对，七夕定制，首先会有就是虽然我没有男朋友，但是会有恋爱的感觉啊，就有幸福感。对，有幸福感，有幸福感。对，然后红色因为又很热情奔跑奔放，所以我首先戴它就会感觉很快乐。而且里面它的这个是流动的，就是我一看表，哎，它会就没事想玩一玩。对对对，就感觉很解压。是，你知道在它旁边我就感受到那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传递过来了。而且这个作品它本身有很好的寓意啊，它是限量的，它仅在中国发售。非常的珍贵啊，仅在天猫。是，仅在天猫。它是我们在日内瓦的制表这制作手表的工匠同事一枚一枚手工打造的，所以其实工期啊会需要久一点。前期第一批预定这款七夕限量版的朋友呢，它因为销量特别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才为直播间很努力很努力才争取到五款现货。对，现货只有五，只有五只，只有五只。你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只有五款。如果你不是那么着急的话呢，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在8月30号第二批会到达国内。
那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拿到第二批的腕表，2月30号时候。同样呢，和我们今年推出的全新 Happy Sport 系列一样啊，表盘直径也是33毫米，黄金尺寸，它非常和谐舒适，佩戴也很友好。而且呢，我们肖邦其实还有其他不同尺寸的一些腕表，也非常适合七夕的时候呢送给你自己喜欢的人。那他们设计也很独特，今天我们也带来了现场，也希望我们 Shirley 也帮我们讲解一下。好啊好啊。其实再啰嗦一句啊，其实我觉得这款为天猫设计的这个限量版，虽然8月30号才可以到第二批，但是我们觉得其实美好的事物跟爱情是一样，是值得等待的，值得等待，所以也是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下单，然后再有等待的惊喜。是，也跟我们的小子作品一样，好作品值得等待，对，我们慢慢期待小子老师带给我们更多好作品。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更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款式的腕表推荐啊。对，我们先从我们手边这款粉色的开始好不好？对，来来，其实我觉得粉色应该是少女来介绍一下会比较好。对，小子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看到这款粉色的快乐钻石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个粉色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很少女，然后很温婉。嗯，对，这种感觉是，而且粉色少女心好像一旦出现的话，女孩子都觉得太可爱了。对对对，就无法抵抗她的魅力。对对对，他们说所有颜色里面，粉色是女生最难抗拒的颜色。所以，对，我前两年在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黑色、白色，但是这两年慢慢随着自己成熟的增长，对年纪的增长，我看到这种粉色啊什么的，我超喜欢。你知道逆增长，就是小时候少年老成，逆增长了，现在少女心回来了，对，就很少女心，非常可爱。所以这款其实我认为，对于那种想要找活泼的、甜美的。这种很纯净气质的女孩子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粉色的腕表，很可爱。对，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枚好不好？好，这款应该是一个绿色的腕表了。来，我来，哇，这款也很漂亮，很棒的一个绿色。对，就立刻忍不住要想上手了。对，少女，少女风，我帮你，来，我帮你拿表。来，好，让师傅姐姐帮你。我可以，一个胳膊我可以戴五只，没关系，可以，没问题，还可以戴在头发上。啊，是全新的戴法出来了。没有，我们原来的广告，70年代的广告就很棒的，就是用来扎头发的，把高级腕表戴在头发上，哇，很酷哎，还有态度，对不对？粉色的，这个粉色真的，我觉得不羁的快乐，女孩子看到以后会非常的心花怒放。是的，少女，我帮你吧，谢谢姐姐，好看。哎，这个画面其实很美啊，就是姐姐给妹妹戴手表。然后送妹妹手表，好开心。好，是说送这个送了这个，哎，说是说送了，我听到了，很好看，粉色的表，你看一红一粉，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日常出门，根据自己今天穿着的风格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腕表。是的，来再看这款绿色的吧，我也很喜欢。对，其实刚才我有跟吉良在聊天，我们说无绿不红。对，其实绿色就是最红的颜色，是绿色是最红的颜色。对，真的很棒，对它象征着生命。永恒的朝朝不息，是，对，然后其实这个绿也很高级，对，从非常复古，对，从表盘到表带全部都是绿色，太漂亮了，在玫瑰金这个渐金的这个映衬下，是格外的很 powerful， 我觉得很有力量，很性感的一个设计。这款表其实价格也很让我惊喜，对，才79000的价格，对，而且它是36毫米，是一个偏大的表盘，黄金尺寸，也是黄金尺寸，对，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女王是来佩戴，就是适合你、啊，就是咱们狮子座哈，对，很适合你啊。对，狮子座是好，狮子月。这款表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款，哇，这个是日月星辰腕表，对，哇，这个太浪漫了。来，请有没有见过这款？哦，我今天好像第一次见，第一次见，是不是太漂亮了？其实可以看到，我喜欢。对，我们的活动钻石腕表里面，对 对, 对，然后里面也会有太阳、月亮、星星，融合了快乐的。太阳、月亮还有星星，啊，我喜欢。对，还有对，还有又喜欢了，再戴一个是吧？一手戴五只表是吗？很灿烂，而且这个表其实非常浪漫，是假设有一个男生送给一个女生这块表，就是将日月星辰摘星披月送给你，就特别特别的美，真的就很适合你演的一些仙侠剧的女主，你知道吗？就男主就去施法，然后把那些星星月亮都带过来，这款太适合我了，太适合了。这个生日也不敢说是不是不适合，对不对？不敢说，特别棒，特别棒，不敢了。但其实我们知道，小子，因为我是正职是时尚博主，没事就观察女明星的穿着打扮。我发现其实这几年就小子的衣品非常的好，就是出席活动啊，然后私服啊都很好看。好的，那我给你盖章认戳，时尚代表。那既然这样子了，我要甩难题给你了。行吧。时尚的女明星，来告诉我们一下，日常穿搭怎么选择腕表呢？你说咱们现在这些是？对。
如果让我选的话，其实，其实这个如果是粉色的，就还是我刚才说比较少女的，